买了买了，这个是目前的这个大葛耿于一的泳装十哦，泳装套装，这个是会哇哦，身为一个神阙公仔女，女娲祭魂带给斋女的是无穷无尽的知识，但这长下的记忆却是只属于我的。哇、wow, 这个是谁啊？领取吗？被编起来的领取吗？看起来不像，还是护旗？是荔枝。哇、wow, 哦，他们是平常是包起来看不到。买，买啦！哈哈哈哈原本是这个光梦剧，可是我这个比光梦剧好看，赞哎哎，蛮漂亮的啊，哎、欸，真的很漂亮。这个有特效吗？肩一下，荔枝香里流露血，这肌肤所处的刺骨温度，女娲祭魂带给斋女的。是肌肤所处的刺骨温度，荔枝香里玲珑雪，来荔枝香里玲珑雪。我们看一下那个配置这边，画镜这边，我觉得可以放嘛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哎、欸，哦，对对对，这边可以，总共有四只，现在有四只。哇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这个角度不行啊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，哎，怎么都长一样？那角度哦，这个角度比较好一点。那坐着的、哦，就这样吗？没了吗？到时候台服出，各位赶快抽爆啊！这个时钟券啊，168可以买了哦。对啊，就这样，真可惜，好吧，不过不错了啦，好，赞赞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动画有什么改变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大哥这个泳装哦，不离其宗。他那个好了，刚动画是这样子，那时装的展示模组就是这样。他可惜这个不能放大看，真的有点可惜。该动的还是会动了。好了，希望这个到时候台服出了哈，大家赶快去买，赶快去买，买起来，赞赞赞赞，好，就这样。